等到太晚了，现在就快去吧。快就快去吧，快就快去吧，不要等到太晚了，现在就快去吧。我们都准备好了、yeah! 和苹果去散步，等到太晚了，现在就快去吧。快就快去吧，快就快去吧，不要等到太晚了，现在就快去吧。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和苹果去散步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我得走了。不要等到太晚了，现在就快去吧。快就快去吧，快就快去吧，不要等到太晚了，现在就快去吧。去散步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现在我得走了。不要等到太晚了，现在就快去吧。快就快去吧，快就快去吧。Yeah! 不要等到太晚了，现在就快去吧。嘴巴
嘴巴，嘴巴，我能尝到香蕉。当我用嘴巴，嘴巴，嘴巴，我能尝到香蕉。当我用嘴巴，嘴巴，嘴巴，我能尝到柠檬。当我用嘴巴，嘴巴，嘴巴，我能尝到柠檬。装载卸载，这太有趣，我们已是公务。
完毕。高大的起重机能够升降，载重的东西轻松托起，脚下升起实在有趣，我们已是公完毕。让我们打造自己的建筑工地，我们有合适的工具，我们来绘图，就把图挖掘，就像真正的工程者一样。挖掘机的手一起了又落，他们都翻身了，有一个掉
我现在想我的朋友们。床上有一个人，动物们都说过来吧，过来吧，所以他走了过去，他的感觉很棒。晚晚均匀烤得刚刚好，从你一口到最后。
我和爸爸吃。烤过蛋糕，烤过蛋糕，烘焙师，尽快给我烤个蛋糕吧。奶油、巧克力来做蛋糕，这是你见过最漂亮的。烤个蛋糕烘焙师，尽快给我烤个蛋糕吧。轻拍它滚动，它用笔标记它，把它放进烤箱里给我和宝宝吃。车灯闪闪闪，往前迈进。
窗往前迈进。看我找到了什么，看这箱满满一箱袜子哦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，猜猜我们能找到多少双，能找到多少双，我们给所有的袜子配对哦，能找到多少双，不敢相信我找到一只袜子，上面印着大黄点，继续翻箱子，直到我们找到有大黄点的袜子。我找到一只差点丢掉的袜子，毛茸茸软又暖，继续翻箱子，直到我们找到毛茸茸软又暖的袜子。一只不一样的袜子，带着粉色紫色的条纹，继续翻箱子，直到我们找到粉色紫色的条纹袜子。我找到一只袜子让我很高兴，带着红蓝格子的花纹，继续翻箱子，直到我们找到红蓝格子的花纹袜子。找到一只袜子，它是这样的，有很多的洞洞，继续翻箱子，直到我们找到很多洞洞的袜子。我找到一只袜子，你猜的没错，只有单纯的灰和白，继续翻箱子，直到我们找到只有灰和白的袜子。找到一只袜子能给我保暖，能一直提起到膝盖，继续翻箱子，直到我们找到能提到膝盖的袜子。最后把箱子里的袜子都整理完，一整箱都整理完了，看我们找到搭配好的袜子，一整箱都整理完了。Ha ha ha!